Hello， 各位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！咱们今天就给大家带来这一个消防车急救员的游戏。好，咱们已经收到了这个紧急任务，好，咱们开始过来救援。TLF 1 RTV 1，咱们先上消防车。咱们开这个云梯上面没有加速。云梯消防车，我最喜欢这个云梯消防车了，因为这一个车够大够帅气，是吧？咱们看看咱们这个小地图上面还是没有给我们下达指令，是吧？咱们得在这个门口稍微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过后它会自动出现的。好，这一个第一辆车出去了，出去的话，咱们这个小地图就会出现这个目标地，是吧？咱们把这个警报拉响。好，咱们警报拉响的话，咱们过这个红绿灯，就算是红灯的话，咱们也是可以直接过来的，因为咱们这是要执行任务啊，救人于水火之中。看一看，这些司机的素质还是蛮高的，是吧？这里的马路可真不算宽敞，是吧？人太多。这样跑起来的话还是挺吃力的，是不是？哇，用这个大车在这个小路上跑，是考验我们真正水平的时候了。啊，前方右转弯。Perfect， 完美。左转。有好多人说，你怎么知道往哪转呢？因为咱们这个，左下方有这个小地图，有没有看到？好，现在咱们已经看到这个失火的地方了。哦，是一个火车货，货车的拉货的火车厢啊，着火了。好，这个。说起来也是挺难说的，啊，咱们得在这里等一会儿。哇，我才发现咱们这个玩的这个消防员怎么这么黑啊？这是相当的黑，是吧？比我们搭档黑的多了，这就是黑人与白人的区别，是吧？好嘞，咱们所有车辆已经到齐。咱们可以下来救援了。好，下车。啊，咱们先看一下这个火势怎么样。然后咱们要把这个云梯车给搭建起来。好了，小伙伴们，咱们这一期视频的话就给大家带到这里。喜欢咱们的小伙伴记得点击订阅或者点击下方的小爱心。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